是求下列各三角函数的值。第一个 cosine 三分之四派，我们可以知道 cosine 3/4派，3/4派在第三象限对 cosine 来讲是负的，等于负的 cosine 3/π 等于负的1/2。第二个 secant 120度的话，120度在第二象限对 secant 来讲是负的 secant 60度等于负2。